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昨天我们谈到的是师生关系，一个好老师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对于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是否能够遵循圣贤教诲，老师的引导啊，是一个重要关键。所以我们昨天举到了古人的师生关系，也深刻感受到古代人对于老师的态度，确确实实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老师的教诲依教奉行，终身不忘。当我们有这种态度，去面对老师，去面对古圣先贤的教诲，那道业、学业绝对可以成就。那除了好老师之外，事实上，一个虚心的人，一个受教的人，他在所面对的人事物当中，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学习。比方说，面对人，当他面对善人的时候，他可以提得起我们《弟子规》里面的教诲，说到“见人善，即思齐”。我们每天所接触这么多有德行善良的人，我们都能升起学习之心、效法之心。那善人也是我们的老师。那恶人可不可以是我们的老师？见人恶，怎么样？即内省。见到别人做错事，我们要懂得反省自己，有没有犯同样的错？有则改，无加警。有的话赶快改，没有的话呢，自我期许，不能犯同样的错。那很多人就说，他看到别人犯错事啊，心里就很难受，每天呢都一直盯着别人的缺点在看，内心啊愤愤不平。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是愤世嫉俗，每天茶余饭后数落别人的缺点。当我们在批判别人的缺点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内心平不平静啊？不平静，内心愤愤不平，跟学问是背道而驰。所谓啊，学问深时意气平。一个人学问越深，应该啊心平气和。那有朋友就说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不看别人的缺点。那我们就会给他一个建议，说，假如你看到家里人的缺点，你就当做自己的缺点。他一听呢，觉得很纳闷，为什么看家里人的缺点呢？就是自己的过失。我们会进一步引导他，就是因为我们的德行不够，所以我们的孩子没有被我们感动，所以才继续学坏。所以是我们的德行不够，没有感化他。假如看到我们的同事没有做好，我们也要当作自己的过失，因为就是我们没有做出很好的榜样，让他们产生惭愧之心，进而啊效法。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过失，我们也要从自己开始修身，开始做起。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心境去面对我们周围的人，那我们呢时时刻刻呢会鞭策自己不断增长学问，而不会把时间耗在去数落别人的缺点这些时间上了。好，所以善人跟恶人都是老师。再来，不只是人，
事物啊，也可以是老师。比方说，您看到竹子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学习什么？中国很圣贤人很善于啊，跟天地万物学习。天地万物学习，那我们来感受一下，您看到竹子，觉得可以从这个竹子身上学到什么样做人处事的道理？好，我们观想一下这个竹子，好，字节，它有一节一节，哦，一节一节，那，哦，很有志气，很有它的原则，哦，好，很好。哦，竹子会垂下来，越高的时候会稍微垂下来。谦恭，哦，谦虚，哦，谦。谦再加上什么？虚哦。竹子是空心的，所以常常呢能够虚心领受别人的批评，所以我们竹子也是表君子之风。君子之风，好，还有没有？竹子还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人生的什么道理？假如我们常常啊心很清净啊，你会从万物当中啊有很多的启示，你的悟性啊会开。那我们看看这个竹子啊，它是一节一节的，所以不断的怎么样往上升。所以其实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往上突破，一节一节突破。而且啊，它每一节的那个节心特别怎么样？特别硬啊。所以人生啊，有很多关卡，你都要勇往直前，把它突破上去。突破上去。好，我们再想想还有没有？竹子很正直，昂扬直立啊，而不屈服，又能够虚怀纳别人的雅言，所以我们要学竹子的正直，而这个正直啊，是代表内在的一个气节，所以我们常说人生啊，要外圆内方，这个方啊，就代表一个人 很有正直的气节。那对外呢，与人相处还要外圆，就是要圆融一点。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很正直，所以常常言语就怎么样，直言不讳，没有看情况看时机，让朋友听得很不舒服。之后呢，不止没有感谢他的劝告，跟他，啊，可能都翻起脸来。所以外圆还是要，啊，圆融一点，懂得啊，观察时机，再去谏言。那我们看竹子，您有没有看过一根竹子自己长在那里的？没有，竹子都是什么？整片整片长在一起。所以竹子代表啊，他很懂得去选择好的朋友，一起这个产生环境的影响。我们说身教、言教，还有什么？环境对一个人的潜移默化影响，叫境教。所以你的身旁都是一群正直的、有品德的朋友，那我们也会啊，在这个气氛之下，得以啊得日进，过日少，自己的道德啊也会增进。所以荀子有讲过蓬生麻中，这个蓬啊，它就是比较弯弯曲曲，但是你把它种在这个麻子里面啊，因为麻都是很直立的，它自然这个蓬啊也会直立起来，不浮而直。所以环境对一个人特别重要，尤其这个在孩子他的定性，他的认知啊，知见都还没有确立以前，环境就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古代孟母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
有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第一次呢，搬到的是刚好在这一些坟墓的旁边，所以常常就会有做很多的丧事，所以孟子呢就学习了办丧事。妈妈一看不对劲，赶快啊搬家，搬家。第二次搬到菜市场的附近，那个孟子呢学习呢在那里卖东西，在那里卖猪肉。那孟母又觉得不对劲，赶快啊再搬迁，最后搬到学校附近。好，学校附近，孟母每天，孟子啊每天就到学校里面去跟人家一起读书。这时候啊，孟母才觉得比较心安了。所以假如没有孟母去选择一个好的环境给孟子，那可能我们的孟子啊就出不来了。所以一个人学问道德有成就啊，跟他的父母跟他的老师啊确确实实是直接的关系。好，所以一个竹子可以让我们领受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那我常常会问学生一些问题，他们的答案啊有时候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其实孩子很有悟性。我问孩子，你从竹子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孩子回答说，竹子啊他的精神就是处处为人民服务。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竹子呢，竹笋可以吃，竹子呢可以建房子，他的竹叶可以包粽子，所以他全身没有一个地方不能用。哎呦，我们听到这里都觉得很惭愧啊。你看竹子确确实实是鞠躬尽瘁啊，死而后已，把它全部都怎么样奉献出来，而且奉献出来的时候从来没有向我们要一分钱，而我们才做了点事情啊就怎么样，就跟父母讨价还价，就跟这个亲友啊讨价还价，我对你这么好了，你一定要怎么样对我。所以我们人啊比起这个竹子啊确实是自叹不如。所以这个竹子啊你可以深刻去体会的时候，就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那我们经典里面很常用水来比喻德行，所以在老子一书里面提到上善若水，上善若水。诸位朋友，您觉得看到水的时候可以让你体会什么人生道理？假如你在看水的时候还在烦恼今天股票会不会跌，那就悟不出道理来。还在烦恼 我儿子怎么还没娶老婆，那你就悟不出道理来了。面对万物的时候，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可以从中体会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您想到水有没有想到什么？这个水啊能屈能伸，能屈能伸才能做大事。所以水到任何的容器里面，它就可以怎么样融进去，然后变成那个容器，不跟它产生冲突。所以我们《礼记学记》里面说君子不器啊，一个君子啊所谓大德不官，有德行的人，你把他放在哪一个位置，他都怎么样都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他可以随时融入他所处的这个情境里面，去用他的德行去改变这个团体。好，那上善若水，你看水啊利益所有的万物，任何一个生物要生存啊都需要水的滋润，那水利益万物，但是从来没有跟人啊没有跟万物要过什么，要过酬劳。
所以确实呢，这个水是很有德行，它滋润万物，给大地带来生命，这是它的德行。那我们在经典里面很多都有提到水，比方说《论语》里面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说，这个水流啊，有没有一刻是停留的？没有啊，水一直长流不息啊。这个时候，让你要想到啊，光阴怎么样？一刻也不停留啊。所以代表我们要珍惜什么？时光啊，一去不复返。所以，我们这一生啊，做任何事啊，有时候都是坐坐停停，很难有恒心从头做到尾。只有一件事情啊，你从来没有停留过。哪一件事呢？就是我们从出生啊，一直呢就非常努力的走向死亡，一刻也怎么样，不停留啊。所以珍惜时光啊，这一生啊不能空过，要对得起自己，要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要对得起师长的栽培之恩，要对得起在我们这个人生过程当中多少曾经鼓励过我们、帮助过我们、提拔过我们的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啊，我们不能让他们灰心啊。所以文天祥有一句话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死亡，但是这一生如何去经营呢？如何让这一生过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就要用我们的丹心，这个丹是红色，意思是指啊我们的诚心、真诚的心，照什么？照汗青。汗青啊，指的是历史史册。我们当时候在上初中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背到这里，就是啊，丹青考出来你就会写史册，好，两分打勾。那我们这一生用真诚心照什么？照哪一本历史？诸位朋友，照哪一本历史？你的一生要用你的真诚、用你的真心照谁的历史？人生首先啊，要对得起自己啊，照自己的这一本历史，让你人生一年一年走过之后，回首来时路啊，觉得心里很安慰，没有蹉跎时光，有尽心尽力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职责，那你这一本历史啊，读起来你会了无遗憾。我们回想一下，人生几十年走过来，你有没有觉得没了无遗憾，觉得很充实？其实我在整个人生这三十年的过程里面，常常都会觉得很空虚，不知道在干嘛。比方说念书念了16年，在念初中、高中，甚至在念大学的时候，特别觉得内心啊很空虚，好像没有一个人生的目标。读初中的时候只有一个目标是什么？考高中，你就拼命的往那里冲，结果冲到了，是不是人生的目标？不是啊，冲到之后它又变成一个目标，叫什么？考大学。然后冲到了大学呢，一个好工作。在这个过程里面，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你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孝子？你这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能够懂得时时去爱护别人的人，就像范仲淹一样。
假如我的小学、初中就有人告诉我人生要有这样的目标，那我们从小当孝子的话，内心绝对不会空虚，绝对不会觉得空荡荡。因为当我们只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事实上那个目标都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都没有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朋友去付出，甚至于为社会做点事。人生只要在付出当中啊，你的内心才会常常觉得很充实、很喜悦。所谓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在这一年多来啊，我们演讲300多场，常常都是披星戴月，很早就出去了，8点多出去，然后因为很多课程是对家长上课，所以都是在7点半到9点半这个时间。那9点半以后，可能还有一些家长会问一些问题，所以常常啊，有时候骑着脚踏车啊，回到家里的时候都点10点多啊，11点，再弄一弄啊，上床的时候都12点左右，每一天呢累得半死啊，躺下去啊都昏死过去了。很多人就说：“蔡老师啊，你们这么辛苦。”我说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辛苦。我说人生啊，不怕生累啊，就怕心累啊，就怕自己觉得对家庭啊、对这个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所以这一年多来讲了300多场演讲啊，身体很累啊，一躺下去隔天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心理上啊，这一生从来没有这种踏实感，从来没有这种踏实感。所以当我第一次回到家里跟我父亲报告我这3、4个月，那时候刚好过年的时候，回到家里跟我父亲报告这3个多月在海口所做的点点滴滴，我父亲听的过程2个多小时，听的过程啊，3度啊眼泪都掉下来。那我可以去感受到说，父亲是因为听到这么多的家庭能够懂得如何教育孩子，这么多的孩子开始懂得孝，尽孝道是他的本分，所以父亲听了很感动。所以让我的父亲能够感动，让我的父亲能觉得说儿子做的这些事啊是值得的，这样我们的内心啊也会觉得呢比较对父母啊比较有交代。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我的父亲还会说：“你不要担心家里的事哈，你就放心的去做就好了。”我父亲还会安慰我，叫我别乱操心。所以变成啊，整个家庭的人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因为确确实实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啊多为别人做些事，多为这个社会做些事，只是有时候不知道从何做起。其实啊，只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修身做起，自然而然我们对社会的影响就会水到渠成打开来。所以我们前面提到很多的老师，他在学校里面也是一个人，但是因为他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所以学校的他这一班的学生就表现很好，表现很好别人一看啊就会觉得很欢喜，就会希望也跟他一样去做。所以他只是做好自己本分，就带动了整个学校，甚至于是又把他的经验写成文章放到我们的大方广网站，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学习。他也到各个省去演讲，把经验啊奉献出来。所以一个人要利益社会并不是很复杂的事，而最重要的基础在哪？基础在把自己先做好，尽自己的本分，所谓敦伦
敬奋。那在这个敦伦敬奋当中，他的能力啊就慢慢提升，这个时候就自然水到渠成。所以《大学》里面有一句对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从天子啊到一般的人民贩夫走卒，他的人生要从哪里开始呢？一是皆以修身为根本，修养自己的道德，是一个人一生在家庭在社会能够建功立业最重要的基石基础，就在修身。诸位朋友，当一个人不修身没有德行的时候，他这一生的事业一定会怎么样？迟早会啊垮下来的。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人又没有德行，每个月还是赚那么多钱，所以就自己看了也是很不平衡。所以看事情啊，不能只看表面，要看来龙去脉啊。去脉是代表他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来龙是为什么他没德行现在有钱啊，为什么没德行现在有事业。那个来龙你一看，哦，原来刚好他爷爷他爸爸有钱，但是你看到他的员工能不能留得住啊？要有德行才能带员工的心啊！你只是有钱，对待员工不尊敬、不尊重、不关怀，员工能不能留得住？不可能。所以他没有德行，他就不懂得君臣之义，他就不可能把这个公司员工带好。所以慢慢的，他就会怎么样？败下来。所以老子说祸跟福啊，祸福相倚，是同时存在的。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啊？因为没有德行，只要有钱，危机就怎么样就出现了。所以我们看中国圣贤人创字很有智慧，这个钱字怎么写？金子旁边配了两只戈，就是刀啊。所以钱哈、哦、越多的话会越有什么冲突啊。这两只刀国与国怎么样冲突，甚至于家庭里面啊兄弟操戈啊，都是因为金钱。所以现在因为没有圣贤教诲，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堂堂都看到兄弟在争什么，争财产。所以其实当这兄弟在争财产的时候，他这一生败相已露，他的人生不可能经营好，因为他现在的动作就已经给他的下一代怎么样最不好的榜样了。他示范给他儿子看的是只要为了钱，兄弟都可以怎么样，可以反目成仇。所以人啊心无远虑，看不远，都逞一时之意气，都做出一些会让人生啊遗憾的事。所以修身重要，德行重要啊。好，所以我们要用真诚心写自己的历史，要对得起自己。好，诸位朋友，还要写谁的历史？写谁的历史？要让用你的真心，在谁的历史当中写下一笔可歌可泣的诗篇呢？在你的哦，祖先，来给这位朋友掌声鼓励一下。给祖先太好了、哦、您这一句话讲出来呢，我们的老祖宗啊感动的眼泪怎么样
都掉下来了。现在你去问大学生，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会不会告诉你，要为中国人写历史？能不能讲出来啊？你假如问大学生，做人的根本是什么？他说，你怎么问这么无聊的问题？你为什么不问我现在流行歌曲哪一首最畅销？脑子里想的是这些啊，脑子里想的不是做人应该尽什么本分啊。所以做人应该尽孝道的本分，而这个孝啊，不只是对父母啊，还有对我们历代的中国的祖宗啊，我们都应该尽这一份孝道。我们得到老祖宗这么多的智慧恩泽，我们拿什么回报？当然要立身行道，把老祖宗的教诲啊，在家庭里面落实，在工作当中落实，让家庭的家道啊可以传承，让古圣先贤的这些思想啊可以在社会当中传递开来，这个就很重要。所以请问诸位朋友，您在你父母的人生历史当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篇的吗？您能够让你的父母每一次想到说，啊，我生这个女儿真是没有白生，我生这个儿子啊真是非常欣慰。假如你的父母的那一本历史当中时时打开来都是这样的满足，那你这一生啊在父母当中的历史就写得非常有价值。再来，还要在谁的历史当中好好的用心去写下这一篇？哦，后代子孙。哇，太好了，给这个朋友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现在去问一些年轻的男女结婚的人，你去问他一个问题，你要你的家道家风要传多少世？你这么一问他，他突然愣住了，为什么？怎么样？想都啊，没想过。所以我们现在为人父母的态度啊，跟古代为人父母的人，那我们真是差他们太远了。古代的读书人也好，我们中国的老祖宗也好，想的都是世世代代的子孙。所以司马光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遗精于子孙，你留精钱给子孙，子孙未必能守得住；遗书于子孙，你留一些书给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于冥冥当中积阴德，以为子孙啊长久之计。所以你看古代的为人父母的人，他想的是什么？积厚福，积阴德啊，庇荫后代，绝对不是只是自己一生的享乐而已啊。所以他有这种德行，他就可以庇荫后代。不止庇荫后代，因为他冥冥当中都在积阴德，他的所有言语行为都树立了良好的典范给他的后代子孙学习。所以有这种认知的父母啊，他的家道都可以绵延啊几千年几百年不断。诸位朋友，您的家风要传多久？传多久？看自己。看自己要有励志啊，我们说学贵励志啊，我们有志向要传一千年。你假如有这个志向了，那你今天，你从今天以后绝对不会啊在那边打麻将耗自己的时间，又给 下一代的不好的榜样。你可能啊从今以后啊读书很认真，工作很认真，对待父母很孝顺。孔老夫子后代子孙传了2500多年，传到现在七八十代了，
子孙都非常优秀。为什么？因为夫子对于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人类啊，都是长远性的影响，所以阴德啊特别厚。而所有一出生就知道他是孔夫子的子孙的人，马上怎么样？觉得与有荣焉，觉得我不能丢孔夫子的脸，所以言语行为啊特别谨慎，生怕自己啊侮辱了祖先。所以当我们是树立这样的榜样啊给你的子孙，当他知道说他就是某某人的子孙，他马上呢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假如有人来告诉你啊，已经确认了你就是孔夫子第几代的子孙，哦，你马上走路啊就不一样了。所以范仲淹的子孙传到现在已经将近快1000年了。我在这个推广读经的过程还接触到两位范仲淹的后代，其中一位现在还在海口一个很知名的高中当语文老师，而且是教得非常好的名师。他的女儿现在啊还在北大读中文系，所以你看那个家风一直绵延了几千年的，一千年都不醉。刚好有一次在珠海演讲，我一演讲完呢，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那个朋友对面的邻居啊住的一个老师，他也去听课。隔天啊他就走过来呢，说希望跟我聊一下。后来一坐下来啊，我看他呢脸很大，耳朵呢耳垂也很大，一看就是什么很有福相。结果他开头第一句话就说，我是范仲淹的后代。哦，所以这个确实哈，我们积厚福啊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子孙啊有很好的庇荫，也让我们的子孙有非常多典范可以效法。所以诸位朋友，你的人生啊要在子孙的这一本历史当中好好的认真用心的去付出去经营。再来，除了在父母在祖先在子孙的历史当中要好好的去挥洒，好好去付出之外，还要在谁的历史当中用心去经营？你们怎么都没有想到你老公你老婆呢？哦，是吧，我们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以前我们古代人夫妻啊是一体的，俗语说夫妻一条心啊，黄土变成金啊。所以以前这个我们说夫唱夫随，所以当你的先生他常常会想到说，我的人生啊就是因为娶到了这一个太太，所以才让我的事业才让我的家庭能够有这么好的发展。当你的先生人生那一本历史是这样记载的，那你这个太太也觉得怎么样？觉得嘞没有愧对这个先生啊。那当你的太太常常都想到说，我就是嫁给了这个先生，所以我的人生啊才能走得这么幸福这么美满。我曾经遇到几对夫妇相处得非常好，其中有一对就是卢叔叔跟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啊见到我的时候都是称赞他的先生的德行跟先生的为人处事。我一听到一个太太在称赞先生，我们都会额外的就会觉得很惊讶，因为太少听到了，所以一听到呢就会觉得特别感受特别深。而这个他的太太啊就说啊，他有很多辛苦的事啊他的先生都会主动啊帮他做。那为什么他的太太
会这么样的尊敬卢先生啊，卢叔叔，绝对不是偶然。我们说啊，日久见人心，一定都是啊点点滴滴付出出来。卢叔叔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们结婚的人啊，没有资格去要求太太啊要对自己的父母好，没有资格去要求。你要呢对你的太太好到呢，让她感受到说，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父母啊，生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子啊，来跟我相爱，所以我啊要好好的、啊、爱他的父母。所以你看做到这样的地步，让人家感动啊。所以在他的太太人生的这一本历史啊，画下了真情真意啊。所以我们面对所有的亲友啊，甚至于面对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圣贤人，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所谓不愧祖先，不愧所有的亲友，这个时候你常常啊，就会觉得内心非常的充实，非常踏实，觉得人生这一遭啊，没有白走。你假如常常有这种充实的感觉，一定会想到文天祥这一句话，我们把它念一遍。当我们听完这一些分享之后，念起来啊，这一句话的味道怎么样？绝对不一样。好，准备好了没有？好，要大声念出来啊！预备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好，好，那我们刚刚呢提到了这个水的德行啊，从这个逝者如斯夫啊，不舍昼夜，就是水没有一刻停留，时光也没有一刻停留。所以因为时光一刻不停留，我们要珍惜时光，好好的尽自己本分，好好的去成就我们所有的亲友。所以才提到留取丹心照汗青。好，那水还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在很多的圣贤教诲里面，尤其跟学习有关的一句话叫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因为学如逆水行舟，所以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有没有在精进当中。你只要一懈怠了，就怎么样？马上往后退了。确确实实啊，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只要你稍不认真，你的气质马上怎么样？马上就下降了。所以啊，要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要能够成就自己的学问呢，一定要精进不懈，不可以停留。好，那水还可以让你想到什么？海纳百川，有容海纳百川嘛，有容乃大，所以所有的百川都往大海里汇集，它都能够包容，能够容纳。所以人生啊，要时时扩宽自己的心量，扩宽自己的心量，用一份宽恕的心啊去对人。所以当我们觉得烦恼很多，看谁不顺眼，看谁又很难受的时候，问题啊绝对不在别人，问题在自己。所以你只要心量怎么样一扩宽，障碍啊就去除。其实啊，我们说都是那个人让我生气的，都是那个人呢对不起我，所以常常就会气愤，就会不能包容。我会问朋友一个问题，
说按照逻辑来讲，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你的内心，这句话对不对？按照逻辑来讲，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你的内心啊。那个真正伤害你的人是谁？啊，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太有悟性了，我们课还没讲完，你们的悟性都开了，是吧？这句话很有味道哦。谁在伤害我们？所以我都做一个比喻给他们听。我说今天你从办公室走出来，就一走出来刚好遇到一个人啊，一巴掌就给你打下去。好，你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已经气冲冲走了。好，你心里想说，哇，今天真倒霉，可能他认错人了。你马上就怎么样，算了，不怪他了，一巴掌不怪他了。刚好今天回到家里，你先生喝酒状态很不好，好，给你一巴掌，哦，同样一巴掌，你马上说，我这一辈子都会不会原谅你，我跟你没完没了。同样一巴掌，效果怎么样？差这么多，请问谁造成了差这么多的效果？啊，对呀，所以谁让我们气的，谁让我们痛苦的，都是自己的强求。都是自己的执着，所以不是别人跟我们过不去啊，是什么？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当人了解到这个真相啊，你才慢慢懂得什么应该放下。所以常常我们都会说，他应该怎么样啊，他应该懂啊，他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这种话我常常听到，我都会回他们说，他本来就不知道啊。因为啊，这个时代啊，已经失去圣贤教诲两三代了，所以人做人的根本都搞不清楚。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人都觉得啊，他很可怜，哪还有时间跟他生气啊？所以我们说，先人不善啊，不是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不要再怪他了，你要更可怜他。他在那里自甘堕落，自掘坟墓啊！你再不把他拉回来，他以后会死得很惨。所以这个时候不应该跟他生气，反而应该升起一个包容，一个慈悯他的心。所以要像大海一样，有容乃大。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的长江，我们的黄河，这个大水啊，一直往哪里流？往哪里流？都往东方流。虽然它有百转千回，是吧？但是它的目标有没有变？没有，却始终奔流啊，向东方，代表一个人很有志向，志向不改。但是啊，能不能直线就走过去啊？不行啊，人生哪有可能这么顺利？人生不如意啊，十有八九。这个时候山不转怎么样？路转，路不转啊，人自己转。所以有时候该屈了哈，我们说要能屈能伸啊。有时候该变通的时候，要懂得变通。要懂得顺势而为啊，但是一直很清楚目标在哪，在东方啊，目标啊在成就孩子，目标在成就身旁的有缘人，这个目标不变。但是如何做到啊，随时随地要审时度势。所以我们的长江，我们的黄河，我们很多的大河啊，都是很有志向往东方漂流。当你看到一湖水面啊，那么样的清澈透亮，所以在佛家里面都会祭祀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礼完佛啊，都会怎么样，倒一杯
清水。这个清水啊，是不是给佛菩萨喝的？不是啊，这一杯水啊，最重要的呢，要记住佛菩萨的教诲，告诉我们呢、啊，时时提醒我们的心啊，有没有像水一样清澈，还是有受污染了、啊？一受污染了怎么办？怎么办？赶快啊，把污染要去除，还没有污染上的要防止污染。所以我们进山门的时候，不是有四大天王？哦，北方多闻天王拿的是什么？雨伞啊？是不是他要遮？是不是他喜欢打雨伞啊？还是他喜欢收集雨伞？不是啊，这个多闻天王代表在现在这个社会知识爆炸的时候，要懂得啊，防止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给你的什么污染。所以一个人不是要先看很多书啊，一个人要先有理智判断力啊，他才去广泛吸收知识。而确立一个人的理智跟判断力要用什么方法？要学习圣贤经典啊，才有可能办到这样的判断力。所以这一杯水告诉我们不要受污染，还要防止污染，然后要看看自己的心清不清净。一个人的心只要清净了，他的智慧啊就怎么样，就开显出来。而我们常常拿水啊去洗净很多污秽的东西，所以水啊也代表教育教化，把我们错误的思想观念怎么样洗涤干净。所以这个水确确实实，当我们有悟性的时候，可以从水当中体会到非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刚刚说到的善人恶人是老师，甚至于天地万物是老师，还有你所处的事情境界也是老师。我们所处的境界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顺境，一种是逆境。一个人的道德学问是不是躲在山上成就的、啊、是不是？绝对不是。所有人的道德学问都是在处事当待人当中不断去历练，不断去提升，所谓立事练心。今天我们学的弟子规说凡事人皆须爱，突然本来的习惯呢，看到这种情况啊，脾气都快来了，突然想到凡事人怎么样皆须爱，气就怎么样压下去，这就立事练心。所以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时候是顺境还是逆境？逆境。逆境的时候啊，所以要感谢逆境啊，感谢困难，感谢磨练啊，不然我们的潜能啊，我们的智慧啊，历练开显不起来。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态度的时候，你就不怕吃苦，懂得去磨练自己，懂得啊去提升自己的境界。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所以你以后面对逆境也是老师。再来，顺境最容易让一个人啊迷失掉，所有错事啊可能都在顺境的时候干出来。所以面对顺境啊，要懂得时时提醒自己，不可以放任，不可以自大，要常常提醒自己，我有这样的顺境是多少人给我的栽培，要常怀感恩心，这样顺境逆境
都是老师。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先上到这边，好，谢谢大家。